抱不动。是啊，也很重吗？天天是我抱，八斤多的。八斤多也不算很重啊。那你抱呗。那我抱，我抱。你不要天天每次都让我抱嘛，是不是？你做爸爸的应该多给你亲亲亲亲。好好好，我抱我抱。他是你的小情人，又不是我的小情人。我抱吧，我这个手不顺手的，这个。我叫一边手抱着。嗯。哦，吐奶了，吐奶了。我去拿点纸巾吧。说我不抱的，你抱他要吐奶了。没有，那不要他抱，不要他抱，不要他抱，妈妈抱。吃了一点又吐出来了，怎么搞？啊，不是吗？好不容易吃一点东西，又把奶吐出来了。是不是刚刚拍的隔的哇？是啊，你拍，再拍一下，要吗？好担心。吃点奶，每次吃奶就吐。哎呀，每次昨天就没有，好吧？这不今天吐，今天就吐了，大不了换衣服。老师说他干嘛？嗨，宝宝。这个水杯过来，嘿。哦，看到他，哦，搞好的哦，你别掉了。是吧？嘿，宝宝。佳琪宝宝，他有点不想搭理你。哪里？还好今天这个天气好。嗯，现在差不多秋天了，感觉在外面有点凉凉的了啊、嗯。在家里面还是有点热，所以说要多出来走动走动。看绿色。哇，这个是什么花？栀子花。不是栀子花吧？看一下。嗯。哦，这个是那种，这黄金紫。我们这叫那个黄金紫，嗯，好香啊！这个花真的好香。你早上不是擦了吗？对，我不是买了一盒那个布，就是那个纱布那种洗舌苔的嘛。嗯。然后今天早上我给它洗了一下，用温水给它擦一下，擦掉一点点，然后就擦不掉了。是啊。怎么搞？那他们说不把它擦掉，它。他影响喝奶吧，对，影响喝奶，就是那个味觉嘛，他喝不出那个奶的味道了。嗯，还有一个就是容易产生那种什么细菌呢，是不是？这怎么办呢？啊，这难搞了，擦不掉吗？你多洗几次嘛，慢慢洗，弄点牙膏去擦一下会不会好一点？哦，不能用吗？不能用钢丝球刷一下好。神经病，那不就是啊？哦，哎呦，也有可能还是外面舒服。一出来就是不要给他往上面望，那天哎很刺眼。好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回家了。有点冷了，有点冷了，外面太凉快了。反正他那个舌头那个白白的，看着这真的是好担心啊。我还有一个问题。啊。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奶明明是奶那么少，都奶渣，为什么每次一出来抱着他那个奶都挤出来了？不知道。啊、为什么？因为外面空气好，所以说要出来走走。出来走走奶多是吧？嗯。